第一课开学日，开学日我们来到新教室，我坐上新的位置，看一看身边的朋友。今天是新学期的开始，开学日。我们打开新的课本，书中有可爱的图画，书中有好听的故事，书中有新奇的事物。我抱着新书，心里好欢喜。谢谢大家。